一觉醒来，拉开窗帘，外面居然下雪了。这是二零二四年的第一场雪。哎呦，虽然下的不大，但是总是下雪了。我们出去外面看一看。这下的雪不大，落下的雪基本上都化了。我们家这山脚下面比较冷，所以就有一点没化。像现在的这个平顶房、水泥院，小雪都化了，已经只有以前的这种有瓦的这种老房子，你看它上面还没化，下了一点鹅毛小雪。山顶上面估计还能有一点。那咋是越塞越冷了么？兄弟，这咋外面下雪了么？咋是这么冷的？哎呀呀呀呀呀！别跳啊，叫早起的，哦，早午的，11:30了，光天。下雨蒸发。哇，外围面是这锅冷，这锅，嗯，雪这么大还多啊，谁追你？这是啥？币。哇，国考的币来了吗？哦，对，我那玩的币。这么碎的并没了给吗？不是，这个肉去。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你呀，颜色也还厚，我还不厚着。哇，变大了哟！哎，这厚厚的好。这几个人给几个哦？嗯。今天的又是葱花面，放点肉臊子，来点面汤，放点新鲜的小葱花，然后把面捞了进去。这个里面要倒点生抽啊，一定要倒点生抽。今天的葱花臊子面就好。